这段时间进入了批发狗粮的非常时期，福原爱嫁作江太太，微博升级为秀恩爱日常，邓超为喜迎孙俪生日别出心裁，耗时俩月自拍自导自演大片爱在五湖四海，超级用心有没有，并在昨晚亲自下厨献上长寿面，狗粮一波接一波，所长表示有点撑了但很满足。爱将结婚的消息一出，大家纷纷送祝福，更是泪目，等了好久终于等到了今天。作为在我国最受宠的外国友人，福原爱浑身上下都是萌点，大眼睛小圆脸白皮肤，从小亮到大，从小萌到大，来中国后扎根东三省口音最重的沈阳，逐渐练就了一派正统日式美少女的外貌，搭配一口大碴子味的反差萌，分分钟笑趴你。你比如说普通话说干什么，东北话可能就说干啥，这区别什么的你知道吗？知道，但是应该说干啥呢。除了口音还有性格呢，也是东北的那种豪爽霸道，没事咬吧，随便咬。同时又传承了岛国萝莉的软萌，背包上总有很多叮叮当当的挂件，你看还是个不折不扣的粉红控，粉色球拍套，粉色战靴，粉色手机壳，粉色文件夹，粉色毛巾，当然还少不了台湾妹子的撒娇可爱。都知道了，看见没有，这个言行这样的爱将如何不惹人爱，而且被网友封号中日友好大使的他，政治立场正确，并发自内心的热爱中国。饭都吃不下了，我感觉心疼的我真不行了，而且我不知道自己能干点什么吗？从日本去了60个人嘛，现在他们哪够啊，我也去的话肯定61个人了。每次国际比赛都给中国队队员带零食，里约奥运会见到好姐妹刘诗雯，上来就是一招白鹤亮翅，王楠找她做伴娘，丁宁什么都教她，冠军们更是宠爱将到，能把自己的金牌拿给她拍照过瘾，真是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爱将19岁的时候在东亚少年乒乓球锦标赛与江宏杰相识，2014年她腰部受伤，江宏杰的关心支持，她走过了最难挨的时光，这一来一往多来多往，俩人就爱意萌生了，之后的事情我们都看到了，又是一个10年挚友终成眷属的故事。被爱情滋润的福原爱在里约奥运会上创造了自己的最好成绩，在月儿归后召开结婚发布会，你瞅瞅两人站在一起就是一个成语呀，才貌双全。成为江太太的福原爱把老公拉进微博，夫唱夫随的秀恩爱羡煞旁人，把日子过成了王子和公主的偶像剧。专注发糖甜到丧心病狂的还有邓超孙俪，前面提到生日礼只是其中之一，今年七夕超哥送给娘娘7个大西瓜，谐音七夕加萌萌哒西瓜，真是用心良苦，虽然不是最贵却是最重的礼物。网友们说邓超和孙俪就是婚姻中最好的样子。我现在此时是在广州，今天从无锡回到上海，我们现在赶11点的高铁回到上海，准备从无锡飞北京，只想跟你说一句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祝你生日快乐。还有王珂昨天发长文回忆和刘涛的领证结婚经过，庆祝结婚9周年，想来他俩也是一路走来共患难的夫妻了。如今刘涛大红大紫，片约不断，王珂作为他坚实的后盾，既能在家带娃，还能在外帮老婆犒劳粉丝，24孝老公就是你啦。还有爱妻狂魔黄晓明，老婆得奖他落泪，老婆采访他相陪，原来教主就是传说中的你拿奖我更开心，爱你胜过爱自己。今天的狗粮高糖高甜，所长给大家省晚饭了。第28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暨第11届金鹰电视艺术节，好长啊，你们就记住是颁奖节就行了。这个节将于10月14日在长沙开幕，所长和网友一样最关心的是新的金鹰女神花落谁家，在网上杨幂、刘涛、宋茜、杨紫、迪丽热巴、唐嫣等都是人气颇高的热门人选，郑爽、古力娜扎两位更是粉丝呼声最高的两位人选。之前有网友爆料说本届金鹰女神内定为娜扎，力压郑爽，就此消息有媒体联系了娜扎经纪人，其经纪人否认了这一说法，称截至目前没有收到任何关于金鹰节的相关通知。所长觉得吧，爽妹子和娜扎两朵小花这么受欢迎，评委们这么难取舍，干脆来个双黄蛋岂不快哉。今天凌晨一组新发文称老家的土地和农作物被强行征收，事先街道干部和村干部没有和爸妈签任何协议，没有人去家里做任何工作和安抚，更令人震惊的是几十人还强行控制2个年近60的老人不让去事发现场。对此他表示，我只是难受与自责，在爸妈最需要我的时候我不能陪在你们身边，作为儿子我深感惭愧，12个赶紧报警，要保护好2位老人呐。
夏至位置巨兔照再来袭，白衬衫不仅是检验男神的唯一标准，女生穿得好看也相当不易，爽妹子就亲身验证了，颜好穿啥都好。不过这次小爽的房车比她还想进，据所长了解，该品牌房车价值100多万，内有豪华吧台、冰箱、电话传真一体机、微波炉、 DVD、 液晶电视、按摩椅、桌板、沙发床和卫生间样样俱全。天哪，果然是五星级小花配五星级座驾，所长想要报名当车长，你们别抢啊。几天前，在没有任何预告的情况下，40岁的刘国梁就这么踏着七彩祥云从国际赛场穿越而来，开通了微博，还猝不及防地和网友玩了一把心跳。第一条动态不仅挂上和张继科的亲吻照，还出其不意地走起了自我调侃的套路。第二条动态更是直接搭上志玲姐姐，成功开启了自黑模式，一举登上话题榜，成功挤上热搜，让整个微博界炸开了锅。这还不是最魔性的，看了刘国梁的训话，所长明白了，他骂谁最狠，球迷爱谁最深，夸谁最多，谁潜力越小，能不能感受下？注意看张继科、马龙的眼神哦，有惊喜。马龙提出换球台，这肯定不行。这个场地大，那个场地小，这边有风了，那边没风了，都得练。不行就滚蛋！你现在除了世界排名第一之外，你没有任何的头衔，不冕之王，对吧？天天阳光快乐，爱得开开心心的，等于自杀。不是你张继科，这冠军就不拿了。张继科，你的责任心必须要提高。责任心不提高，你就是昙花一现。既然把你立起来，你必须把这个旗扛起来，啊，跟这些老队员学习，要为国家负责任，为球队负责任。啊，几年前自己随着自己性子张继科，啊，那你就要不负责任了。啊，摇头晃脑而飘，你在这种装酷，说耍大牌，等于自杀。千万不要等到失去了才知道这种去珍惜。昨天下午，电视剧《1%的可能性》举办制作发布会，也就是99%的不可能，可见本剧的编剧数学一定不错。主演全昭明、何西晨出席了该活动。据悉，该剧翻拍自2003年由姜栋元、金金和主演的同名电视剧，全昭明和何西晨将携手重新演绎经典。经典就像老酒，没事就得喝一口，感觉完全不同。《1%的可能性》讲述的是酒店代表理事李在仁与小学老师金多贤因为遗产继承而发生的轻松有趣的故事。10月5日起就要开播了，欧巴的迷妹们赶紧准备好小板凳和瓜子，请老公在剧里等着你们呢。好了，说到这里，今天的问题又来了，明星秀恩爱那真是各有风采，学习了这么多，你准备好怎么秀恩爱了吗？传授给所长，搜索微信公众号所谓娱乐，参与互动就有机会得到神秘礼物哦。所谓娱乐，不看你就 out 啦。I'm sorry.